关系。来，你们来吧。王哥，您那儿都谁去了？我这儿没有人来。怎么可能呢？眼睁着连包边号都没有人问我，我这也没有啊，还有反水的呢。我这全反水了，杨翔给我反水了，然后那个张伦反水了。跟您说一声，我们对聚餐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你别去那边。哎呀，我陪您一会儿。我不用，不用。我还跟您在一块儿。不用，不用，你少来这套。我跟您在一块儿。冷不冷啊？冷不冷？是心有点冷。那你是想听什么事儿？对呀，最近走嘛呢？你这，我也走，逗你玩呢。你这怎么的？一个人没有啊？那我也不是，咱俩过去以后啊，咱仨一块吃过了吗？他刚才孟哥那边不是一个人没有？不可能。这样哥，我过去看看。好，打探一下虚实。好不好？好，我给您发视频。好，服务员，赶紧把那个舌脉点上，快快，我帮您看看去啊。我帮您看看去啊。行，我一会儿给您发视频哦。是发什么了？哎，就显得我云淡地带。没关系。现在敢干吗？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几个人来呢。哎，我等会儿，搁这儿。老四，你到底来不来？事儿到了就去了，去了就会聊出点什么来。哎呀，看呀，你知道吗？以我对他们仨性格了解，超过一个钟头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仨就一回事。对，我得递给他。好，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点菜，点菜，咱们就在这屋吃。四哥，等会儿我上趟我屋去。四哥，我跟着你去。不是，都不干涉，不干涉，不干涉。不是，所有你跟他们也，咱们这都不干涉。如果想去就去，这没事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你们想吃啥呀，总？饺子，那我就真点饺子了，我可饿。饺子，有茴香的没有？你们点茴香，我点。他家是都是饺子话，最好素的，你别给我点。韭菜鸡蛋，我不吃，别，我吃。啊，你先走。猪肉韭菜。牛肉胡萝卜，你吃吗？老大要跑，老大。没有，进来，你坐这儿，这账不是这么算的。你看啊，这个。鲁安、丙、孟三家现有的人里边，你服谁当头？哎，我服我自己。你看，服你自己，那别人服不服你？不服。那不服，那就一个人一队啊。那不可能，这账不是这么算的。那我又被淘汰了，那不行。好，那咱仨人先帮助，咱仨一块儿。对，咱这镜头，我凭什么不能动点心眼儿？我第三期就淘汰了。主要我们仨人是有理由。对，第一季我们都淘汰了。咱哥仨先把手握在一块儿了，行吗？咱们就互上互来了。有热量吗？有热量吗？咱仨人一块儿去了之后，哪家在这吃啊？还得吃饱了换下。车钥匙在身上吗？在我身上。车钥匙在吗？工作人员，帮我们把电梯摁开。好，热量，你出门先上去给我们摁上。对，兜里有口罩吗？我给你拿口罩，我给你拿行李。我们要去干点大事，我们单位成立了吧？为了部落，复仇者联盟，为了部落。行，先帮我摁一下，帮我摁一下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吃饭？
光给我发一个来吗？你呀、啊，谁都别谁也别回来，咱去哪儿啊？听我先上车，上车我跟你讲啊，我没想跑呢。啊，你没下楼啊？我们还吃着去了，吃着咱就一块儿了。走走走，快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怎么不是等会儿吧？你仨怎么现在？我们仨是因为我们在那屋聊过一圈之后，权衡了一下，我们仨才决定、嗯，你们俩必须得先上一回楼，你们通过你们的判断去打打力气。咱出去看看去。哎，那你们，咱们现在吃饭吗？我这样点呢，突然间屋里边刚才七个人，但是现在呢？现在突然拖队三个，拖队三个，那三个人、那仨拖队了。四哥玲珑把自回屋，突然把门关上了。不是我们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下电梯。不是，他们仨跟着下楼了，那就走了。不，从这儿，这不是刚才客厅是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他们仨跟上车。刚才全废了，这出门全碰上了，对呀，全碰上了。把灯打开。你们想想，如果说你在你心目当中最先排除的一个队伍，咱们第一站去他那儿，最先排除的，对，去孟哥那。我觉得要我最先我排除栾哥，因为咱们分队涉及到一个成团，我觉得栾哥可能他传统的东西是很不错，但是可能要成团，他的思维不如炳哥跟孟哥时尚。我是这个想法，我就怕到那之后，人家最后的规定说是你先到的哪儿，以先到为不可能，咱最烦。不会，这个不用管，听我的，我就哎，拍着呢，咱们还走吗？走啊，走，复仇者联盟，对，正式成立。嗯，而且咱仨行，有阶级友谊在这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三个人都是上一季怀着怨恨走的，凭什么淘汰我们仨呀、啊？我们不服。这期我们要当编剧，不露脸，当编剧上不了电视。我们要主宰这个规则。节目组不要拿第一季的套路来套路第二季的演员们，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今天我们要赌闹翻天。你们怎么就这仨人都留不住啊？没，我没骗人。狮子来了是吧？对啊，狮子就完了。哎呦喂，真是的，早来呀！哎，咱俩凑合热闹，他不写活吗？对，不是，就是懒，因为。我同时在前后不到一分钟收到两个人的邀请，孟和栾。咱都觉得第二季第一期我们抱个大腿，没有必要让自己孤独的战斗。因为昨天给我发，我先答应了，我以为真是。对，我也先答应了。我也先答应。得亏我掰一块手机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先答应。小妹儿，我怀疑他们不在一块儿，因为孟和刚才说。大华，哎，那个正事儿。现在我琢磨一点就是啊，这帮人都是半真半假。咱们五个现在要是绑住了，是咱就成团了。对啊，郑丽君，我那个是、啊、凭什么他们仨当队长啊？对，他们仨有什么能力？真逗！哎呦，节目组认为这三个人很有能力，对，很有威望。那只是节目组认为，只是你们认为而已。真正他们仨要是深得师兄弟喜欢，能没人去吗？对了，就不去。咱们现在这种状态，得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已经不去了，你们不要在那傻等了。给那个给饼哥上打。对。喂，饼哥。哎。来呀，我们这儿有饭局，问你来不来？我在这儿吃的呢。你跟谁吃呢，哥？我自己。我们在酒店呢，哪儿也没去，因为我们啊也想混一个好人缘，谁也不想得罪。哥，您回来吧，要不你自己在这儿怪那什么的。对。您只要吃的差不多啊，您就回来。回来就行了。啊，行，那咱们在一块儿玩玩。我先走。啊，好嘞，拜拜，拜拜，哥。啊，哥，我们买了好多吃的，你想吃吗？然后我们这有一饭局，问你来不来？不，你在酒店都没出来是吧？对，我们都在酒店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到了美味可口的快餐。过分了，这给王哥打。我不知道哥还接不接我电话。王九呢？哥，
哎，我们也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吃顿饭，我们点上了，您来不来？哦，不来。时间六点半就行，哥。不来不来。您过来吧。您别耽误了，哥。不来不来，别自己待着了。你也来吧，我们认识你，你能来不来？我来不了。我们没有呢，我们打一车接您去，您回来吧。反正这个。反正你要就不来我这儿就别管我了。不是，我们先吃饭带您一个，你又没点。哎呦，好家伙，你也够逗的，我用你带我。咱一块儿这么多人，咱都是人多吃热闹，有氛围啊。啊，不不不不。行吧，拜拜拜拜。他让我上他们那儿，怎么可能啊？去他们那儿没有机器。